来，掌声吧。嗨，大家好，你们真是辛苦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每个人都拍照，好吧？哇！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红心。你们好，辛苦你们了。对。你看那个嫁了这个内地的老公以后，普通话说的怎么样？他们有说吗？我比蔡少芬他们强多了。 我想问一下，你真的刚瘦完，baby，你是一岁半？对啊，身材恢复得真好。就我这10万10年都没恢复过来。你知道吗？带小孩真的特别特别的累。所以减肥。那你要多带小孩。那你怎么看人家最近有点憔悴啊？我没有带小孩。他有时候晚上还帮忙带小孩。对，就是最近。